1899年开始，那台糖100年就第一个加入了啊，一直到现在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的供应商大概是50家，那我们现在进销的 MIT 的商品大概总共有1054家，那去年的收入大概是6500万。抱歉了，我们这个做卖场的比较市侩一点啊，都是比较会谈一些数字啊。那今年当然刚刚跟一些记者朋友讲说，今年大概按照这样计算的话，突破8000万是没有问题，但是要更挑战的话，今年就是1亿，好吧？啊，同仁有提到啊，1亿啊，谢谢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们这个，事实上我们这个卖场是国营事业的卖场，我们70%以上都是国货啊。但是呢 ，MIT 跟一般又不大一样，它除了是台湾制之外，刚刚我们的邱科长特别提到，它在品质的部分啊，它在安全的部分有特别的要求。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，你是拿不到这个标章的。所以这边呢，我刚刚也是呼吁说，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有更多的厂商都加入这个制度啊，那大家一起呢，把我们台湾的商品呢做得更好，让全世界都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这次，我们台糖呢，总共有5家大的量贩店，有5家的健康超市。那这次当然我们是扩大的来陈列，其实一般我们5家量贩店都有专区了，平常就在做了。那这次呢，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扩大呢举办，让这个声音出来。那当然我们也是初步了哈，所以我们特别有利用网军啊，我们的网军表妹啊，现在网军呢都是年轻人的世界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向下扎根，所以我们嘉年华特别有办一个自拍轮的活动，那就让小朋友来参与。那小朋友他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他就接触到台湾产品，我们所送的东西、送的标章都是台湾的产品。这我想很多东西就要是向下扎根。但是我在想，我们买台湾的商品啊，它不是一时的热血啊，不是因为我爱台湾，所以我买台湾的商品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因为台湾商品本来就很好，对不对？特别是 MIT 的商品，它本来就很优秀嘛。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外销为主嘛，台湾的产品在世界上都是打败其他很多国家的产品，台湾的产品本来就是比较有信誉的嘛。只是说呢，我们要让这些拿到 MIT 的产品，这是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，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，也让一些厂商的努力呢，让大家消费者看到、知道、了解啊。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品类呢，大概比较最多的就是纺织类、服饰类、家电、美妆保养品等等，还有我们的家电、小家电、大家电等等的。那这些都是一般的民生必需品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顺便做做广告。像我们台糖量贩店最强调的大概就是2样事情，一个叫做产地直采，产地直采意思其实就是跟各地农会还有小农合作，但大概跟这个意义很相近，就是很多小农呢，他东西很好，他没有销售的渠道，那我们用直接从田园到餐桌，这叫产地直采，主要是2个部分，一个是水产品，一个就是一般的那个蔬果、青菜。那推出之后呢，非常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那第二个叫做现做厨房，那现做厨房呢，主的就是我们的熟食跟烘焙。等一下也欢迎呢各位记者朋友啊，就到后面看到喜欢的，我们就现吃了，好不好？就在后面啊。那我们这些东西大部分用的都是当地的食材，而且是当季的食材，当然是比较新鲜、比较可口、比较美味。那这次呢，为了推广 MIT 的活动，当然我们公司这边呢，除了在啊，希望这边能够吸引现在的年轻人，所以办了一些网络的活动。我们拿了3个漂亮的箱子，这箱子都是 MIT 的厂商提供的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有红利5倍送的活动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所有的商品都是特价的，现在买到就是赚到。那当然，这个价格会比一般的促销呢，杀的幅度还要再更深。其实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让这个我们的商品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，那同时呢，也是希望说呢，能够给这些 MIT 的厂商呢一些掌声、一些鼓励，啊，希望他们呢好还要再更好，啊，今天呢最后呢还是非常感谢呢各位记者朋友啊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的参加，那祝福大家呢那个身体健康、事业兴隆，谢谢大家。